好，在民间信仰，我们在看的范畴里面有很多很不一样的，我们都会看一下哈。OK， 那这是中国十三宗，你们都真的能够了解自己的村庄的土地公吗？我都安尼讲，恁有人知影，恁唔知咧倒位无？恁拜多一间未？您拜立行诶，拜闭合诶，拢家己知影家己怎头，都可以知道吼、哦。好，好啊，托你讲咩啦拜？有人知影无？啊，用手也有拜嘛，对无？无人拜，无你提供，我同意。托你讲咩？无人知啦。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网络上一直流传，拜托你讲爱穿啥？我饲养的无啊，就是水果啊，对无？啊，我住庙阿边，我饲养就是。水十五、哦，然后我会对这个民间信仰有兴趣的，因为我做细啊，恁那应该唔知读册啊未，唔知幼稚园未，我会记得奇怪，啊那某一段时间呢，我妈妈就半暝就阿抱呀，去我阿妈的民生店，爱就出去啊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啊几次有印象的时候就几次，啊看大汉的时候，大概在国小的吧，我就问啊，妈妈你袂到，妈妈容易拜拜啊。我们那个，因为我们就靠近庙边嘛，我们在边阿爷阿姆阿姊嘛很奇怪，因拢在去烧香香的，半暝四点半了，庙门内开就冲入去啊，要插香香啊，很奇怪。啊，我妈妈蛮得意的，啊，所以比较大一点呢，我就会要求要跟，所以我就带你去拜，啊，我就靠妈妈去拜，一直到我固定了，我妈妈就讲，阿姊嘛我来去拜，初一早我透早，我就会特别早起来。阿边阿爸，阮就去广济宫，啊去迄个黄庙福德宫，哦爱经过嘛，嘛甲拜拜。啊去福德宫，啊回来了才去和美宫。阮家己从头到尾讲，我很清楚，我从头到尾讲是和美宫，唔是放了底下这边，这边是渡过，啊就需要甲你拜，就是水果甲你拜安尼听。哦，但是阮的从头到尾讲是比我袂一点。哦，以前我都会这样子嘛，就是初一十五咧，早上呢，我就去坐这边拜四经庙。啊，我们拜四经庙，啊，哎，引发了我很大的兴趣。去庙来这里看看木雕啊，看看石雕，蛮怎么嘛。以前没有什么资讯啊，不看这看那看，我们就自己摸索，自己问这样子。哦，我看到我是安尼慢慢来学来。啊，到目前为止，很多新闻啊，很多那个媒体都会希望来找我解释这些东西。哦，本来有传那个三 D 宝岛村的大影片啊，哦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可能就没有给大家看。哦，啊，现在小朋友。哦，这么花时间去，本来是讲咩，恁有人有兴趣要投嘛，会使啊。哦，这个可以套进去，这很难得啊，因为、哦、我为着这个，那原本是都是说是大人的课对吧？哦，本来是八堂嘛，哦，为了阿公提供有小朋友，小朋友啊怎么办？哦，国小诶，都给人家。